愿你们平安，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思想主的话语，让我们常常来亲近神，得着从神来的力量。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的21-22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那么这段经文呢，与马太福音11章25-27节是一样的经文，但是我们看到很特别的是，马太福音在11章28节接着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那么在路加福音第6章那边，在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之前也讲到了安息，那边特别提到那是要做一个完全人他的一个能力的来源。而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到的安息，却是在70个门徒回来之后。那耶稣把这一件事情在2个地方都来传递，都来分享，那其实就像我们传达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人能不能够蒙恩，能不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自有神的安排。那么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成功，有时候让我们失败，这本是神的美意。而耶稣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经历当中得着了启示，以至于他在这里面能够得着喜乐，能够欢乐，那并且他也把这样的启示传递给他的门徒。这个启示所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要在地上的成败得失当中背负重担，乃是要学习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以至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享安息。21到22节那边讲的美意，原文是喜悦，或者说认为美好的，那也有羡慕的意思。而被圣灵感动就欢乐，原文是在灵里面充满了喜乐啊。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他就看到某些时候神让我们得着果效，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怎么做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果效，这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美好的，并且上帝也乐意，或者说定义让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受精炼。那么当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他面对这些事情，他就能够充满喜乐，而这个喜乐在原文它有含有大喜或是狂喜的意思，那也特别有指着在征战当中得胜时所流露的一种喜乐。所以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人在成功或是失败当中，上帝就是要我们学习，而在圣灵当中得着启示的功效，就是让我们知道这都是神认为美好的，那么使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得着一个超越胜败得失的荣美。而这样一个荣美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果效就是安息，而这样的安息在圣灵的工作里面，那么就使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能够得着真实的喜乐。而这样的喜乐就是我们从之前有跟大家分享的，如果我们着重各样的成败得失，这些事情就会像一条条锁链捆锁我们，那当我们能够胜过这样子的一个捆绑，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征战得胜的喜乐。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那么就表达要能够理解得着这样的安息跟喜乐，我们需要有如同婴孩般的信心以及依靠，并且是需要与我们的己来征战的。聪明通达指的是自以为是、自恃聪明的人，而婴孩所讲的就是谦卑、愿意受教的人。我们要知道神是非常乐意向人来启示的，但人不能明白神心意的关键，
往往就在于自己认为自己太有想法，太有办法，心太忙，太乱，太执着于自己所想要的，有太强烈的觉得怎么样子才是好的，甚至于这种强烈的意愿，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只是拿圣经的话来替我们自己想要的做背书，这样的状态而已。那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那自然就像一个已经装满东西的器皿，它就没有办法再装其他的东西一样。唯有时常在神的面前将自己倒空，我们才能够渐渐地认识神的心意，才能够进入到真实的安息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着从神来的启示跟能力，我们需要归回安息。但是归回安息，我们就需要让自己的心如同婴孩一样倚靠、谦卑、受教。我们要先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紧紧抓住的，然后才能够去认识明白，进而得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备那出于主美好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省察我们的内心，看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紧紧抓着，我们认为对的，但是却让我们常常内心受苦的这些事情，再一次的倒空交托，让我们能够经历如同耶稣一样在圣灵里的喜乐。祝福大家有美好一天，谢谢大家。